局，没有机会了。达米这一盘是一个究极翻盘，他要盘掉了，没有足足可以牵制，前面炸走了大舅子，但是达米的队员在踩几地了，周龙也倒地，只是下不去，最后怎么办？要闪现上去杀梅斯，但是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春南秋北为我鼓掌，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，春南秋北我为你鼓掌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飞，中国队 WE 加油。我是苏苏。我是陆雪琪。我是虎哈密，中国队 WE。 中国队 WE。 阿巴加油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罗欣，我在上海为 WE 加油。我是冯提莫，中国 LPL 加油。我是王子耀，中国队 WE 加油。我是陶十五，中国队 WE 加油。我是大表姐 LPL 加油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春南秋北为我鼓掌，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